皇军三人乔纳森·洪里库斯27号说，以色列南部26号深夜和27号凌晨遭受从加沙地带发射的34枚火箭弹的袭击。作为回应，以军轰炸了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87个军事目标。洪里库斯说，从加沙地带发射的34枚火箭弹中的13枚被铁穹防御系统拦截。作为回应，已经出动数十架战机和武装直升机对加沙地带87个哈马斯目标。